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三班一理准备。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嗰只最好型咧就跳一跳啊，慢咗少少噶。前面快啲嘅马啦，见到中间有创佳绩啦，咁啊响大外档就系呢个双龙出海啊。中间橙色衫嗰只就爱慕善嚟噶。跟住第四位有福喜啦，咁啊再响内栏第五位一路骑住咧就系嗰只大热门嘅传奇快车噶。大约第六咧仲见到有一团威啊。再后面的马有成就美丽，胜利进区咧好快已经涉咗落去啊，就内栏嘅尾三嘅位置，红白格仔衫噶。尾二黑三黑帽我爱你啊，包咗落尾暂时系嗰只咧斗冲一段噶啦，嗰只最好型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对面直路1000米嘅段处嘅时候啦，前面双龙出海放啦，跟住第二位爱慕善噶，后边第三咧仲有创佳绩啊，再跟住外档嘅第四咧就系福喜嚟噶。内栏第五咧见到呢个传奇快车啊，再跟住后边有一团威内栏。尾四位置就胜利进区啊，尾三成就美丽包尾一对就是我爱你走内栏黑三黑帽嗰只啊，外边啱啱过咗去咧就系呢个最好型嚟噶。接近呢个600米段处啦，次序喐动就唔算话好大噶。双龙出海爱慕善外边福喜内栏创佳绩后边有一团威啊，内栏第六咧红帽蓝衫嗰只咧就系大掩嘅传奇快车啊，再后边嘅四只马成就美丽胜利进区最好型包尾一路捽啦，见到阿德叔嗰只咧就系我爱你嚟噶。差唔多转正弯入直路噶啦，睇嚟个 pacing 唔系好快咁啊，应该双龙出海占先啦，咁啊爱慕善第二位，中间穿上嚟啦，有呢只创佳绩啊，涉内栏仲有胜利进区啊，外档打冲锋有福喜，中间一团威，再入边就系呢个传奇快车，斗到嚟最后100多米，前面就系爱慕善斗紧呢只创佳绩啊，咁啊见到外边上紧嚟有一团威咧，入边传奇快车接近终点啦，爱慕善可以喺呢度赢马，第二名咧就系呢只创佳绩啊，第三系一团威嚟噶。咁啊，结果呢只爱慕善咁啊，临尾咧真系叫做飞到马到啦，54蚊嘅独赢啊！创佳绩第二，一团威第三，传奇快车第四。临尾起飞嗰只劲啲，系跟前啲嗰只都劲啲。爱慕善赢啦，创佳绩文家良就好分啲嗰只跑第二啊，有位置 Q 系一团威第三。姚本辉另外一只跑第四啊，咁啊两个马房搞掂晒，系咯，两个马房包办呢个四连环咯噃。睇点跑？哎呀，最好型就撞一撞啊！嗰度同阿成就美丽，咁起步只创佳绩都好积极哦，又系嗱用呢招啊，出咗嚟霸咗条栏先，跟住就等外边啲马房啦吓。嗯，爱慕社第二位开边就仲有双龙出海啦。咁你就預咗啦，雙龍出海同愛慕善就梗係喺前面大噶啦。咁啊，再數第五位見到就傳奇快車啦。開邊就福喜捉住。咁啊，文家良另外一隻一團威咧就跟住呢對馬後邊。係啦，最後啲就有呢個勝利進區啦，然後就成就美麗啦，喺尾就係尾喺尾嗰對就係呢個我愛你同埋最好型。最好型都好早要騎，愛你都好似好早騎落都冇啦只馬。佢攝一個位出去咧，嗰度應該收窄咗，咁啊只馬一窒咗咧，就變咗係咁騎佢都唔走啦。阿最好型又唔開心啦，撞就一係起步撞咗下就應該 upset 咗啊，係咁啊呢啲馬。呢度跑都亂曬龍，走出去出邊四碟啦已經。好早就俾噶啦，只愛你。呢度都唔係算好快步速啦，應該。佢攝嗰位冇啊，俾阿勝利進區攞咗，跟住再騎就唔得啦又。冇一隻馬咯，騎得咁咩？佢想本來想攝勝利進區同埋成就美麗中間嗰個位啫嘛。咁啊，又中段又撳翻慢嘅，好撳翻25秒到啦，系嘛？嗰、那个第三段，第三段25秒剩。咁一对喺前少少嘅马，创佳绩，爱慕善。总之要前啦，系啦，都系要前啊，一路都系前啲好啲啊。后上马都系。